不，兄弟们哈，大海沟出去跑了，带上我的小夹夹，系上安全带，咱们出发赶海喽！哇，帅，你看这海鸥壳里像大米一样的东西，这是啥吗？这是八爪鱼的鱼卵呢，这个能给它放回大海，这个不能收。这里藏了一条小龙尾鱼啊，你们看，祝朋友们见鱼发财，年年有余，年有个好心情。嘿嘿，条黑头鱼啊，哇，这个天，你看这侧膀都立起来了，呵呵，嘴巴还是真大哈。拼了月亮杯一只，送给点中间的你哦。炒辣椒这也是嘎嘎香呢。一只八爪鱼正在喷墨呢，我的个天哪，大长腿一条，呵呵，打你走，赶紧回家洗个热水澡去。这皮皮虾呀，到处喜欢瞎溜达，跟我走，咱回家找个男朋友去。这是一条松江龙鱼啊，你看还挺漂亮的哦。喜欢大海的点个小红心，看我直播喽。